这一次和两个宇宙级的前辈们一起合作了，我觉得有一个有趣的东西是，原来呢对着他们呢是真的真的非常的紧张啊。我们去工作的时候呢，第一个工作呢就是呢和他们合照啊，然后呢我们呢就硬蹦蹦啊。我们没有说话，我们就硬蹦蹦，我看着他，他看着我，哐哐声啊，哐哐声啊。然后呢，我们的经理人呢，他们非常的嚣张啊，他们一直在笑我们啊，哇，你们平时不是很威风的吗？为什么现在这么硬蹦蹦啊？这样啊。我呢，我就这除了这个紧张啊，其实还很开心，就这个很难得的机会啊，第一次和这个前辈们的合作，对不对？那我前几晚就跟妈妈说啊，我接咗摊经验啊，系啊，我接咗摊经验啊，哎呀，跟完后就很开心啦，系对。其实呢我们呢是非常喜欢他们的作品，还有电影，还有他们的对白啊。我们平时我们的删除啊，我们的对话都会用他们的对白。如果有机会的话呢，我们一定会略翻译，还没有，我们一定会略翻译略翻译啊，略翻译略翻译啊。